好，这个呢，之前在那个任天堂的 NDS 上面有一个 Brain Age， 是这游戏的前身。那现在在 Switch 上也有咯，然后这个游戏有一些特别符合 Switch 的功能，那我们就帮大家试玩看看。好紧张哦，妈呀！哎，所以要按什么？你要按结束啊，你要按那个确认，也嘿，挂地卡令。哦，啊，你说了啊 ，no！ 啊，是了。他有说限定什么颜色的鸟吗？没有，就是有鸟就来。耶！哎，居然是我这么天了！噔噔，就是像刚刚那地方按的。哎，他们不见了。等一下，四五六啊。不见好赞哦！啊！靠，这太难吧！七，不要这样吧！哦，我还要滑过去耶！天哪！哎，三六吧，那个算哦，这样算三了。我因为大小，哇，这好难哦！我跟你讲，这是七，应该是八吧？七，七吗？我们都相信他哦。好。发好笑啊！我好坏哦！你用手，你用手都洗那么久啊！还有五个啦，这好难，而且一直变换，我靠！
料错。哦，要是。哇，这不错哎。啊、哦。哇，这好难哦。对。这就是我们会跟老人玩的。老人玩。现在很高科技耶。哦，输掉了。干嘛啦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的年龄会比他低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家对这个，好笑哦！我对这个也有障碍哎、欸。输掉。你卖啊，你肯定。哦。他判定的速度好快哦。很快哎、欸。哦。因为我们会下意识要赢吧。对啊。那种智障的感觉，对，对，哦，这好难，这好难哦，我放弃，我一定会输你。来啦，给你玩，好，各位高中生几岁？不可能，不是，他说最佳射手，高中应该是五六十了吧 ？Oh no！ 啊！这个之前 iPhone 那个什么、啊、Instagram 的限时有这样的游戏，是哦，哎呀，可以啊。石头是什么啊？一吗？左手把掌心面向那个。好难哦。有点难，我觉得。这样我看得出来。可能要近一点。哇，这很厉害。你很厉害耶、欸、我小时候学公文数学就是这样子，一题一题解这样、这什么一加最后一个拳头是什么啊？拳头是什么意思啊？汽车级，所以会有什么飞机级吗？你看 A 帮我继续加 A。 那么刚刚帮大家试玩的这个任天堂 Switch 上面的游戏大人的脑部训练，那当中我觉得最有挑战性的是那个数箱子的游戏，因为那个游戏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而且又会快速的动作，那有不同的空间结构组成，那重要的是它有些是小方块，一些是大方块，那这一个就需要仰赖你大脑很弹性的去做运作，所以对执行功能是非常好的训练。那当然那个游戏当中也涉及到你的短期记忆啊，还有空间处理的能力，当然反应速度是一定有的。所以整个看下来这一个对大人，不要说老人的训练方面，很多是仰赖的这个速度的部分，那当然还有一些记忆的元素在里面。那其中刚刚那个
举旗子的那个游戏也是可以训练到你的一个肢体动作，还有像这个手指体操啊，还有猜拳啊，都是一个对成年人来说都是很好的训练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玩玩看。然后像我们家里是没有 Switch 的，我就在思考是不是应该买一个，然后每天做一点训练，让自己可以不要太早有功能性的退化。